You guys need help finding something? You lost? You find? Yeah. 你们是中文吧? Oh, you. 我听到你们讲中文，国语。 如果对不对？对。对。OK。是你去吃惊，吓了你一跳吧？吓了一跳吧？说得好。从哪里来的？我们中国。中国哪里？河北。哦，河北。我都知道。河北。我知道，我听说过河北啊。河北。这个。你去过吗？没有。自学的，自学的，自学的，对，好啊，自学的，对，也好像这个城市有很多来自河北的中国人，我碰到很多，这里吗？对，也许他们在还有州立大学学习，可能，你们都是吗？对，我们都是，哦。 你学什么专业？营养。是什么？哦，你确实哦。你太厉害了。很笨。你很聪明。啊，十年多。十年多。所以我已经成为一个中国人了。 你有一点南方口音。什么口音？南方的口音。哦，是吧？河粗子言。口音。河粗子言。我不知道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为什么这样感觉呢？有口音。对。但是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就？我的发音。 对，我的就是普通话的话，是哦，对，软的那个舌头的，哦，对，没错，干嘛，你好厉害呀！你学了十年，对，很久，所以，那你觉得你想去中国吗？啊，想，当然想，可以去了，可以教英文了。 对，我知道，我有几个朋友有去过中国教英语，所以我知道那会好的机会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？是小的时候吗？什么？你小的时候开始学吗？没有，十八岁的时候。哦。十八岁才开始学。那已经很难了。很难。对，因为越晚会越难。不会吧？<笑><笑>不会吧？ 我现在三十四岁，但是还可以，我可以继续学习新语言。你还学了别的语言吗？当然，我会广东话。日文。还有。说好日文好还是中文好？你说的是哪种是比较难吧？哪种你说的比较好？中文比较好还是？ 我都喜欢，但是我应该说中文是我最爱的语言，是我最爱语言之一。但是你日语说的也很好，是吗？<笑>就是和中文如果差不多的话，那就是很好了。因为你的中文真的很好。哦，那你经常会练习吗？偶尔。你是不是有一些朋友是来自什么广东啊？有。啊，台湾。因为我通常。我要练习广东话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聊天室，微信，有比如说微信，还有一个软件叫做Hello Talk， Hello Talk， 对，那这我知道微信很有名。对，那你可以去了。我当然会。你现在在还在上学？我有教书，我教语言。你现在在教语言吗？对。我有自己的。
工作，自己的公司，我是思源老师。哦，就是教语言是吗？对，我给你我的名片，你可以可以过去看我网站。对。也、yeah, 我看到你们在那边，我听到你们讲中文，他们他是不是国语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所以这是我名片。哦，谢谢。所以你有空就可以去过去看。好好。有各种各样的语言。所以你和别人一起教是吗？啊，我有的是，我有自己的办法，所以如果比如说，如果你要开始学哪种语言，西班牙文，你可以用我的办法，我卖给你。就自己开始创造。哎，或者可以跟我面对面，一对一练习语言。我觉得他说的已经比我好了，我真的是，太可怕了！你之前说的那么好，你太过奖，因为你太过奖，因为你是自己学的，要不更难。但是我已经学很久很久，但是我觉得我认识的学很久的，也不一定像你说的那么好，因为我认识有些就是在中国的别的国家的人。他可能会更容易学，但是他们的中文没有你这么好。哦，我很感动，太厉害了，很感动。太厉害了，谢谢你，我会去的。好，很高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彭宇，你呢？新颖。哦，新颖。我的美国名字叫摩西 ，Moses， 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名字。哦，摩西。那个圣经。摩西斯 Moses M-O-S-E-S 这个名字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。哦，你没有听说过？我们不经常，你听过吗？哦，没有关系。中文呢？中文呢？有叫什么？你确定你要知道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吗？你好，你说吧。老鼠。叫老鼠。老鼠。为什么？因为 Mouse 吗？对 ，Mouse， 绰号。哦。因为你看我每个名字 Moses Mouse， 有很多中国人，他们有对他们来讲很复杂发音我的复杂，对。Moses Mouse。区分。混血。哦，差别。对对对，很难区别这两个的发音。对，是。所以对。对，喜欢不喜欢？不喜欢。啊。有没有正式的中文名？耗子。OK。老鼠是正式的，耗子是绰号。对。哎，那就不留你们，你们继续买东西。好吧，谢谢啊。保重。你也是，你也是。嘿、hey, 我听到你们讲中文了，你讲中文啊？我刚刚听到，我在哪边刚我听到你们讲中文了。中文。不好意思，我并没有吓了你一跳。嘿、hey, 你们也都是来自成都吧？北京哦，首都，中国首都。哦，好像今天好像有各种各样的中国人，我看到很多的下午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？难道在这里吗？还是在这个城市？啊？说在这里还是在这个城市？这个城市。因为学校吧。OSU 有。不是，我已经工作了。是，你不是问我为什么？哦，不好意思。OK， 我明白意思。他们到这里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Ohio有州立大学学习过。OK。啊，谢谢，来，好，很高兴见到你们，你继续买东西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
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As you guys can see, I have some FLR t-shirts here that I'm selling on my website. This is one of them right here that I'm wearing. You can see, I have this on the side, and I have this one, and I have the mouse in the back. So, you guys check out my website. I'm about to levelup.com and check out the other t-shirts over here as well, and I'll be making some new ones. Updates you guys. Thanks for viewing. What straw? Is there a straw in there? Is there a straw? Is there a straw? I don't think so. I think you just, you just twist it. Twist it. Yeah, like big like this. Okay. That's it. 你们都是中文吗？啊，对，然后那个是中文字。是中文字吗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你写的东西是中文。对对对，是。但是我很，所以，我不能读很难。对，我写的很潦草。你们从哪里来的？从上海。哦，上海。对。哦 ，OK。没有。你哪里写的中文？自学的。自学。自学的很好。农活。哦。上海 A 五。上海话。上海 A 五，就一点。你们刚刚讲的是上海话，对不对？对。对 ，OK。That's why I couldn't figure. I was listening. I was like, "That's, it sounds Chinese, but wait, it's Shanghainese." Yeah. Oh, really? Yeah. Oh, wow. Yeah. Wow, amazing. Great. So you learn Shanghainese also by yourself? 一点一点而已。还有一些我忘记了很多我的。你说的很好了，我觉得。那是你的母亲吗？不是，是我阿姨。哦，你阿姨。所以你去过中国吗？我没有去过，但是我已经学中文很久了。学了多久？多久？我多久？我学了多久？十年。十年。十年多。是你大学的专业吗？不是。就是兴趣爱好。只是爱好，对，没错。爱好。其实我们来自俄亥俄州，对，俄亥俄州。俄亥俄，Columbus。哦，你猜的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一个亲戚住在 Columbus。哦，是吧？对。这哥伦布的哪里？哪？他们是靠近 Columbus， 叫……懂了那个。你忘了？那个离俄亥俄州立大学。啊 ，Ohio State。对。你们是 Ohio State？ 我说的是你的亲戚，你亲戚哪边住在？离我不知道 Ohio State 在哪里。哦。在 Columbus 吗？对，在 Columbus。你忘了没关系。OK， 很高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对 Sandra。Sandra？ 这是你英语名字。对对对对。中文呢？中文叫百无。百无。百无，你有中文名字吗？你不想知道我中文名字是什么？你，你肯定可以告诉你是好还是？你肯定不会喜欢他。是吗？我确定。那你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？老鼠。哦 ，OK。老鼠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过很好记。他也在学这些中文。因为他有一点害羞，对。你也学了十年吗？不，没有。哦、你问他什么？问他？开玩笑吧？不是开玩笑，是这样的。你可以问他什么问题？问他一些问题。你好。我叫 Marcel。中文名字呢？哦，没呀，我中文名字马歇帅哥，四个字，对，马歇帅哥，四个字 ，four characters， four letters， 四个字。好，非常高兴。
认识你我很高兴，很高兴认识你，认识你我很高兴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高兴。哦哦，哈哈，哎呀 ，Nice to meet you， 很高兴认识你。好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你有几个孩子？两个。哦。OK， 好。OK。哎。保重。对。Auntie wasn't trying to talk. Auntie busy trying to shop. I like that the yin yang though. That's pretty cool. That's pretty unique. Definitely like more like Asian. Oh yeah. Yeah, that's a nice pendant. Thank you. 你是中国人吧？你是不是中国人啊？是啊。哦，你是中国人哪里人？我是东北人。哦，你是东北人。哦。How long have you been there? 我没有去过。没有去过。我没有去过。在哪里？啊，我自学的。Amazing。哎，但是我想说中文，我要跟中国人一样，我要说很流利的中文，所以我不满意。很好。啊，谢谢。Any bagels？ 哈哈。I don't know. 这个也不是这个，你已经就在这个地方了，多长时间了？啊，5年多。哦，五年多。哦、oh. ，yeah, I might come back, but I don't think today. Oh, see if you. I doubt it. You have anything like this? I don't. 你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这全是美国式的东西。对。我比较喜欢的东西就是亚洲。